的真的不是你的东西，你还是不要动人家的东西。史上最昂贵遗失物，小黄司机归还一亿钻石项链。大半夜的，这对夫妻神情紧张走进警局，希望警察能帮帮忙，因为搭乘计程车回家时，意外将价值上亿元的珠宝钻石及手链遗留在计程车内，它上面是有108颗，据说是1克拉的钻石。这可不得了，警察赶紧调查，确认小黄司机身份，但手机打不通，直到隔天中午才联络上小黄司机。车上都有一个电子牙刷，是蓝色的，我印象中里面有什么东西的，印象深刻是因为它是我最后一个乘客，绕过去他下车的就那边同一阵阿辉要打电话给我。警方说东西顺利找回来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果然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。突发中心非常非常贵的一些报道。